为了山顶的轮江海，政府暗潮汹涌，天宫势力顶顶头头，拢到轮江海外围，天宫三转修改，不容他人入侵。此时，天我出现一道现象，攻势而来。多谢让路，悉数文金。我去铁杆，苏文清既需要这铁杆，那这铁就不用他人恶改，速交吧！木心之灵，启用挑战，好！三尊天母，龙剑海王，剑相强人，一开一刻的颠倒高峰。是固定仍然有红魂清算好下路迎宾龙大师英雄票龙来翁环修归叫正心参演关键不及星期奥比突然亲切的卡步声活泼逼婚二次避险前为之经典天地明欢迎二次的顶层尽量所无佩服现在冠秀天正在外围以天宫人马交情咱的谈话只有一刻间的时间若我得不到阎王的解药那我只好放任恁天地明就木心残害之命出矣你这是幸福的大家吗不然随时所无找到一个最佳的谈判时机了。天地明也不是专人无比手，只是事情未到极端，不管极端已用之。时间流失的真紧，咱只剩一转的时间了。苏文君，你这边要救阎王？难道不怕他转入之后还家你出口也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我这喷喷从来不是为了阎王这个人他得不得的信任对我不重要所无所以者乃苦境重生如果被火还家出口就能让苦境重生脱离血骨之害那这出口所无修的如果是徛在伊苦境重生的立场之言，那咱之间并无对立的必要咯。哦，也许现在我方处于弱势，但如果我不愿告诉解药，你也无可奈何。论剑海何必？天地明不一定会死，但可以确定的是。你苏焕军绝对再无机会提着阎王解药你苏希望是我回归宋国将永远不会实现看来论剑海的尊王已无看在眼内你修车解药只有一个条件哦小小毛彼得三中兵器高级人民杀破冠秀天一呼动关以红袖为天子行入宫旗有用婚药好好技巧第一为将下入丁丁将物消灭之前三尊红旗共用冠秀天好一人一将三尊地体八红球衣化药之体呼边突动苏魂经的幻修天寸点之力不会是来救祥明